走这个八十号，这是走这个，这走是，对，就是您这个感觉，就是这个跟那特，我都就说你体会到对了。当时你不是说我就用这手，你这个劲儿没在这儿呢，我一个没顶动，那我就跟着变，是吧？哎，你说我跟着，我赶赶后，我就是自然就自然就跑这儿去了，嗯，是吧？对。另外就是一个整劲儿，为什么就这样呢？你看，我一定你这外边再往这样，我用脚也长也行，我用身子整个一横那儿，你就整个的一横，这是一个整力，是吧？你是在变嘛，在变化之中在进行。对，然后就噎也行，是吧？噎我疼，哎，你说你防过了，防不跟着就对，你说这儿没打过，这儿打呢，对，是吧？两个手这点打，这两个手是，哎，是这儿没打上，我这儿打呢。你说心实，是吧？这看手看的是，打即是防，防即是打。你是严，现在你可以，现在也比较严实了。你这知道就是得快，对，一个快，一个你感觉。你用的时候，你要你这一动我不动，我不想动我这稍微一打，马上呢我就进来了，对对。啪就来啊，就是手眼身法部嘛，就是一个整劲，一整。哎，你看，不是粘着是吗？哎，你看，是吧？啊，这是粘着这个劲儿。再走。哎，对，得练，老得练这劲儿。哎，啊，这哎，贴不进去，对，粘住了。是吧？我要快的，你这刚压我还是粘着你，粘着你跟着我就这种等劲儿，是吧？是。几个等劲儿确实是不好的，它滚身这个，滚身而上的，像您这个，像这个，这一脚这身往上，再往后啊，往后踢，你往后就这事你往贴住了，正好你这个。你是觉得我跑不了了，你就这样了。对，那我直接我就这么过去了，是吧？还一个，你到这儿了，我这手你没管着我这手，我这手往这儿打，我这往上，我这扣的直接腰了，是吧？我这一样，这时候他也是，但是你得快，退这儿，紧贴着，让你这个手贴着我这只，你还跑不了，对不对？我这时候过你没管着呀，我这一摸你这过，是吧？是，就是怎么合适怎么用，是，好多东西是，他这个几个掌式的串开了，穿的，对，我怎么用怎么是，对，变化。